明日不倒陪你到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趴。新区大河区开了，但是小趴到现在都没有去，为什么呢？视频最后我跟你们说为什么。小趴待的营地呢，来了一个抄家贼，我跟市长两个人跑了过来，准备刷一波甲把他扶起来然后再干掉。结果正在我拉他的时候，火车击倒了你。这火车也太秀了吧，还好这个抄家贼被我们打死了，不然这火车把我俩撞死，这贼跑了岂不是要笑死人呀。结果这一幕还被营友给看见了，我的天哪，一时间就成了笑柄。后来咖喱就跟我说他要去带着我去副本牢狱排雷，一开始我不信哈，这咖喱护甲然后装备啥的基本上都没我好，他怎么能排得动雷呢？结果他趟了几下居然没倒，我就问他炸多少，咖喱就说炸60。才炸60吗？这也太低了吧。然后小趴为什么没去玩那个新区大河区呢？因为今天上午我去上那个早教课了，然后下午回来之后我家就是需要放水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放水，放了很久的水，结果到现在终于是有时间做视频呢，但是那个水还是没放完呀，所以说我搞完这个视频我还要继续去放水，唉，难受呀。我让咖喱给我留了2个地雷，我要去试一试这地雷炸我多少血。踩不上去 OK 试一下，啥600多，再试一下685，不是吧，这地雷炸我这么疼的吗？后来咖喱就跟我说呀，他的伤害减免已经达到了 91.8， 而小趴我自己的伤害减免才50多，如果是紫甲的话是不是只能炸掉一滴血呀。